少东家，你真是偷溜出来了！韩娘子还把你看得那么严啊！没，都好几年没离开神仙渡了，再不出来换口气，快闷死我了。不过别跟我韩姨说，不然她肯定要发飙。不知道在担心些什么。哎呀，三年前江大侠一去不回，韩娘子是担心你也有什么事儿。你别怪她，江湖离咱们还是太远了，今年也一样，没打听到江大侠的消息。
少东家好，乘船行舟嘞！嘿，少东家，你可以要坐船。 大家的住店的长久的，往里走嘞！什么十里九乡，也不过如此啊！
这江湖里，这位前辈，谈不上什么猫腻，不过是些江湖上的小把式。来来来，你瞧，什么好宝贝？江湖中用来卸人功力的灵药啊？难不成？非也非也，前辈是说，这……你这不行。 什么实力？好玩好玩！你这崽子倒有几分天赋。前辈，你的功夫好厉害。那是当然。秋，这名字好名震五岳，功盖……当然。嗨，我就知道，前辈，那你当年发什么？当年好戏。当然。哦，我懂了。 不能不能，先住！这没几个爷们儿。有没有？给本大爷过来招待，还投十两银子。 Thank you.
少东家。 往右边一点，哎，对了，就放在那儿。周叔这么早就搭棚呢？今年最先院来的人太多，现在赶快把棚搭上，省得日头上来人挤人。哎，说起来，红线呢？他又拉着你跑出去了？<笑>瞒不过周叔，是广胡子的商队，他们等会儿一起回来。哦，今年又是广胡子来啊？红线在他那儿买了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偶然路过，就看看。哎。 老是往外跑，找什么大侠，连饭都不回家吃。我是管不了他了，韩娘子刚刚还在找你，你小心又要被罚跪，赶紧回吧。哎，今年醉仙月可真热闹，还是没回来。没有，韩娘子还在打听呢。 三大名校之一，要我说，不过如此。
少东家请。
那梨花树下在烧什么？都冒烟了，我得赶紧把火灭了，可别把周围都烧起来。 瞎冤枉人啊！明明是你的菜煮的时间太长，自己煮黑的。要不是我及时帮你灭火，再过会儿火把旁边烧起来，把你都给烤了。啊，这个菜自己就会变黑啊？烧焦了可不就黑了吗？啊，做菜果然好难啊！可是我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，好饿。哎，遇到也是缘分。这样吧，我请你去附近镇子上吃一顿，如何？啊，附近镇子啊，岂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那我就……不行，我不能离开这里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一定一定要做好，让阿爹对我刮目相看，五体投地。哦，什么事情这么厉害？那就是抓到死人刀一刀。那个一刀可难抓了，他简直是不眠不休的在赶路。我就逮了只肥兔，他就不见了。我要赶紧抓到一刀，拯救全江湖，获得阿爹的认可，迎娶李安哥哥。啊，迎娶谁？李安哥哥啊，他是我见过最温柔、最有耐心、最会讲故事的人。我如果能把他娶回家，就能天天听故事啦。嗯，但是首先。 我好饿啊！那怎么办？我也不会做菜啊。嘿嘿，不会没关系，你等等啊，看，这是我特地带出来的半炷香学会烹饪，我刚才就是照着书里面做的，很简单。你刚才那锅也是照着书做的？感觉不太靠谱的样子。啊，不会不会，我这回一定仔细研究这本书。 让我看看啊，书上说，想要烹饪剥虾垢，应该先用到灶台，然后，字好多啊，让我再研究一下，食材先给你，你用旁边的灶台试试吧，有问题随时问我。
果你能烹饪出锅侠贡，我就能吃饱，然后抓住一刀。所以你现在煎。哇，好香啊。好吃好吃。吃饱了吗？谢谢你，好饱啊。我决定了，你可以和我一起迎娶李安哥哥啊。这个事情以后再说，你赶紧去抓一刀吧，这里我来收拾就好。抓一刀？不不不，吃饱喝足要好好的睡一觉才行，睡一觉才有力气抓到一刀，拯救江湖。我的阿爹的人，抓住，然后和。江叔的旧物啊。绣的字是楚和韩，这
老板娘，我酒没了。老板娘，我的菜呢？好了没？叫什么老板娘？叫老板。催催催，不知道自己去厨房端呢。哟，今年的醉仙月才开始，老板就这么大火气？是你家小子又惹你生气了吧？哎，说谁谁到。哟，这是哪儿来的风，把我们家贵客吹回来了？韩姨，先消消气，生气长皱纹呢。哎呀，都是我的错，不该晚归，但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在浪叔的小屋那里，被一个黑衣贼偷袭，我……黑衣贼？你有受伤吗？没受伤，只是那人武功厉害，我玉佩被抢走了。那人剑法刚猛迅捷，变幻百端，简直如狂风过境，把一片竹林都给带倒了。哎呀，要是我能去江湖拜师学艺，肯定能打赢他。江湖江湖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江湖，念叨十几年了，你是想烦死我啊？韩姨，为什么不让我去江湖？浪叔音信全无，难道你就不担心？抢走玉佩的人，也许和浪叔有关啊。他还留下一个标记在小屋上，就像燃烧的龙纹。那又怎样？总之，你绝不能离开神仙渡。最近渡里生人多，少给我惹事。哎，老板，给上上酒啊！啊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酒给那几桌上了？说离人醉啊，还是不现仙的好。今年醉仙月，我要在这儿从月初喝到月末不可，能待一天是一天。今年路上更不太平了。你个走南路的，就别不知足了。走南路？哪条南路？去过未央城吗？哟，少东家好，我走东边，正是到未央城的县。什么转不转的，没去过就好奇问问。小老儿不怎么会说，不过人说未央出天下富，我在未央城中真是花上绣锦蜜里调油的好地方呀。不要钱，那是果子钱谁出啊？总不能城中家家都是善心。你也不想想，未央城哦，你说温无痕？没错，正是温公子，他所辖未央城居于水上，绣户朱门红楼画阁。哼，四大公子什么时候还分了高低？江湖怎么个说法我可不管，反正我们就这么认。去年未央城他跟温公子说自己是偷跑出来看东阙公子的。哎，猜什么猜，快。温公子呀，让人把传言的金杯尽数，这等仗义疏财的豪客当然是四大公子之。未央城这般好，你来神仙渡做？嗨，有人生来住未央，有人生来……怎么样，少东家，今日卖我百坛离人醉，明年……哎，饭酒的事儿你得问我韩姨。这位是走北路的，你可知那烟云却……哎呀，契丹的残暴各位都早已知闻，那声势浩大的北伐，我早谁曾想最后主将身故，余下的都是北伐。北伐几十年了，这个朝来……哎，只要我们同心同力不忘……江湖人要是个个能靠得住。不错，正如官府中中间混，你不走北路行商，难道只是因为南边富裕？哎，死人刀是什么？哎，那死人刀是个人，据说刀法独步天下，又劈十几年前边塞还是十二煞当道。第二日清晨正要去查看，却发现城墙上挂，后来大家用竹竿子挑了下来，解开一看，
再后来找到了对应的尸体。这是那死人刀所为？哼，他做那首级是燕北盟的白大侠，白大侠前来边关是与除去，在江湖上本不知道谁人所为，然而临走扬言死人刀是他们新下入的。这死人刀我们也听说过。他们原是一伙的吗？哎，十二煞都是老黄历了，死人刀脾气乖戾，有人若是对他稍有不敬，因此他跟十二煞搅和，十二煞不痛快，想要和他分道扬镳，又怕他脾气，那死人刀就拿着那这酒。哎呀，这就要从来，这酒我请了。哟，少东家也对这些。最开始死人刀是称呼他那把紫金大刀，就是十二煞的老大中王仇送给他的。哎，因为这人情，死人刀曾发誓绝不拿此刀。中王仇既有先机，备有十一个帮手。哼，什么厉害，不过运气这种事一会儿再核心。这位大爷，没错，听说这死人刀不好好在边塞待啊。少东家，厢房的客人到了，你去帮忙招待一下啊。